欢迎亲临 Hit Fiesta 的狂欢日现场，也非常感谢您加入这样一个汇聚了疯子和天才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嘉年华。HMD 也是头戴式显示器，将会是人类的最后一块屏幕。到了1960年代，古巴的导弹危机结束了，那么地球呢，进入了一个最有魅力的时代。这个时候，人类已经开始正式失去边界了。这个闻到星空这个想法，是因为他的这么一句话，就是全世界的超过90%的人都没有见过他去，就是需要把艺术、美学和技术核心，以及要给人们带来一些愉悦，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